讲到记录第三十五篇论家庭中作头的事，讲时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下午讲地厦门德就是全家的事。家庭在圣经中是很特别的，拣选是全国的事，得永生是个人的事，但得救乃是全家的事。亚当失去在家庭中作头的地位。圣经里所提起的头一个家乃是挪亚的家，而不是亚当的家。 亚当虽然有子女，但圣经没有说到亚当的家，因为亚当在创世纪三章犯罪以后就失去了家。因为神在亚当家里设立他做头，但亚当失去做头的地位，于是第一个家就破坏了。你们弟兄们，在你的全家里乃是头，你做丈夫、做父亲了还不够，你还必须做头。在创世纪三章里，亚当失去了丈夫和头的地位。 所以，如果要讲家，我们可以说乃是夏娃与他的家，因为是夏娃在那里出头。但这不是神所定规的。挪亚的家以后，神另外提出挪亚的家。挪亚家里的人不一定比亚当好。这一家人上面一对，下面三对。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媳妇，圣经没有说他们做什模式。他的三个儿子中，一个好，一个半好，一个不好。 但问题不在挪亚的儿子们好不好？问题乃在挪亚所占的地位如何？对于洪水的事，神只要对付挪亚一人，不必劳动他的妻子和儿子媳妇。挪亚一个人能够代表全家。神只说挪亚一人是意的，创六九，因为他能做头，因着他一个人得救，全家就都得救。永生赐给的范围乃是个人的。 但是得救的范围乃是全家的。一个家若没有做头的人，神就对付个别的人；一个家若有做头的人，神只需要对付头就够了。你如果是站立在头的地位上，神只要对付你一个人，这是奇妙的事。神将世人分成一家一家，但今天人破坏了神所命定的事，家庭被破坏了。今天的光景如何呢？在今天的家庭中。 充满了背叛的事。儿子反对父亲的权柄，妻子反对丈夫的权柄，奴仆反对主人的权柄，因此家庭就破坏了。何以没有了家庭制度的破坏，乃是由于做头的地位没有站好。所有要在神面前蒙悦纳的家，做头的必须站好地位。一个家若是没有头，神就只能一个一个地对付家庭中的个人。 挪亚乃是神所对付的头一个家。神对付挪亚的家与别的家不同，因为他能做头。他的妻子、媳妇如何是另外的问题。但挪亚能做头，他不破坏家庭制度。我不敢讲其余七个人没有罪，但这个家庭是没有破坏的家庭，大家都服在头的权柄之下。所以神只要呼召挪亚一人，全家就都得救。 如果这件事你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是什么意思。这节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但是当我们读着结圣经的时候，脑子里常常想的是，一人信，一人得救。我们常因神学与神的话不同，就改数字，甚至以神的话为异端。然而这里神的话顶清楚，神使人得救乃是一家一家的。 但必须有一个好的头来接受这救恩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头，就不能得着全家的救恩，因为没有好的头，家庭制度就被破坏了。如果一个家庭中的妻子、子女、媳妇等都服在家长的权柄之下，这个家就能全家得救。救恩是以家为单位，所以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家中的头。 你信主了，在说法上是头信了主，但实际上你这个头不只是个人信了主，你也代表一家人信了主。你信主的时候有两种身份或资格：第一，你个人在神面前乃是一个罪人信了主；第二，你代表一个家在神面前，你乃是代表全家信了主。从此以后，你可以宣布说，你这一家乃是信主的，神乃是你全家的神。 你代表一家来是奉主，你能够记得约书亚所说的话魔，他说：“不止我一人，乃是我和我一家，我们都必是奉耶和华。”说二四十五下。今天我们所缺的就是这样的头。有人就问说：“家庭中做头的信主，这样是否全家就都得救呢？”是的，虽然他们不能一个一个的永生，但他们都已经被放在得救的地位上了。 世人看你的全家，乃是得救的家。不久在经验上，他们一个一个都能得永生。这乃是全家放在得救地位上的事。问题是在于这个家庭里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占住地位的头。你不必管你的子女反对否。今天子女住在你家里，你是这个家的头。你信主了，你就已经代替他们拣选了，因为这一个家是你的。 不是他们的，这一个家是你负责的，不是他们负责的。当你站在这样的地位上时，你要看线说，你下面的人都得跟上来，他们都要跟着来侍奉主。这是一件稀奇的事。这种例子，我可以引出数十家人，都因为有人好好做头，全家就都蒙恩得救。一家一只逾越节羊羔，旧约以色列人预备逾越节的羊羔时，乃是一家一只。 并不是一个家中每个人各有一只。月节的羊羔乃是给一家的，不是给一个人的。不是一个人宰一只羊羔，乃是一家宰一只羊羔。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，一家就能够得着保护。命命的天使就越过这一家，不进到这一家里。这说明神救恩的范围乃是家。这是神的话。 因着家长选了羊羔，全家就不得不选羊羔。在这里，你们能够看见旧约里一直注意家的思想。神的审判也是以家为单位。旧约里还有亚哈的家。王上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说：“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为你惹我发怒，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。”身为什么对付亚哈的家？因为亚哈得罪神。 又有耶罗波安的家，王上十三章三十四节说：“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。”耶罗波安设立偶像，结果神刑罚耶罗波安全家，把耶罗波安的家从地上毁灭了。关于大卫家，撒下十二章十至十一节说：“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”耶和华如此说。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，攻击你。从这几个家，我们能够看见，不止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，神的刑罚也是以家为单位。神的刑罚临到，不是临到个人，乃是临到全家。头站在什么地位上，全家也站在什么地位上。因此，我们能够看见家的思想，在圣经里是很明白的。家是神对富人的单位。 不但在救恩上，也在刑罚上，家长必须负家中人的责任。有人要问：这样是否我一个人相信主以后，不管家人如何，全家的人都能得救呢？不是，你必须为每一个家人负责。人常说，得救与沉沦之间没有中立的地位，但其实也有一点中立的地位。外邦人有完的地位，就是沉沦的地位；基督徒也有完全的地位。 就是得救的地位，但在基督徒的家庭中，虽不敢说绝对中立，却也可以说很中立。为什魔，因为基督徒子女的立场比起外邦人更接近的永生的地位。我不是指普通的牧师或公会中的家庭，那些不能真实做头的人谈不到这问题。我乃是指真实做头者家中的子女，他们是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。 更容易的这永生，保罗说：“你们的子女因你们的信圣洁了。”临前七十四，我们今天为师莫得救，乃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，神以他为我们的头，我们伏在他之下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我们对子女也必须这样做头。只问你是不是家庭中的头？如果你在家庭中是头，你就要为全家负责。神没有要你为兄弟负责。 但要求你为子女负责。有一天，当你站在审判台前时，没有家的人只为自己一人受审；姊妹也是如此。但已经成家有子女的人，有一天你站在审判台前，不仅要为自己，也要为家里的人受审判。不管你实际上做不做头，神都算你是家里的头。因此。 我们能够看见男女在家庭中的立场不同，就是男的必须负妻子和全家的责任。我认识一位在主里的弟兄，他实在是一家的头。他的全家还没有信主，他先信了主，也不同妻子儿女商量，就将与偶像有关的一切东西焚烧除净，然后聚集全家宣布说：“我们全家要信主，纵然有人不信，也是算你为信主的。” 家庭中的个人如何是另外的问题，但你这做家长的有权宣告说，我这一家是信主的。羊羔的血是涂在大门口，不是涂在房门口，所以救恩总是以家为单位。今天照我所看现的，在家庭中头做的好的弟兄，全家都是得救的，只是得救迟早不同罢了。他们家中没有什么人是不信的，都是一家一家。 全家人得救的，所有做头的弟兄们，这件事一定要把得牢。你要先把全家放在得救的地位上，然后他们一个一个都会得救。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位很有学问的教授，他是个好弟兄，他深信圣经里全家得救的教训。他对几个儿子宣布说：“我们全家乃是信主的。”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。 他天天聚集他们做家庭礼拜，以后儿子长大离家后，却都不信神，反去做糊涂事。这位教授的同事们都笑他，说：“你相信的不一定是真的。”他对同事说：“我的儿子们还没有老，我相信我的一家必定得救。”后来，这位做父亲的死了，儿子们仍未得救。但等再过二十年后，儿子们也都陆续得救了。 你要相信主，在这件事上，你若有信心，或者今年，或者几十年后，你的全家总归都要得救。不可让妻子做头。下午我讲这个题目的目的是要使弟兄们知道，你是一家的头，神要你负一家的责任。你不只要做一个好基督徒，你也要做一个好头。还没有家庭的人，你必须先有做头的资格，否则。 你不配做丈夫。每个做父亲的、做丈夫的，都必须知道如何对付他的一家。在家庭里，男的只要放松一点，女的就要来出头。比方今天国家有正总统和副总统，如果正总统做不好，副总统就要起来顶他的位置。所以，做丈夫的、做父亲的，必须学习如何在家庭里做头，不可太放松。 以致给妻子有机会出来做头，每一个男人都必须学习做一个坚决的头。你不可残忍、寡情、严厉，但神要你做头，你就必须做正确的头。丈夫爱妻子是好的，但如果爱到一种程度让他做头，这是神所限制的。今天有一个问题：女人不愿占地位，做丈夫的要怎么办？问题是你要先做头。 你如果不做头，女人自然要进来做头。女人要做头，乃因男人留地位给她。你家中的地位是空的，或是占满的呢？你只要稍微留一点缝隙，她就想做头。世界上没有一种人像女人那样愿意做头。第一个女人夏娃就是要做头的，每个由夏娃所生的女人都像她一样，因为夏娃做头。 所以今天人类落到这样的地步，因此男人要站住地位，不让女人站在不当站的地位上。如何对付妻子做头的事？一认自己不做头的罪。如果你已经给他做了头，你该如何？首先，你必须在神面前查看何以被他做了头的地位。你必须先认罪，认你没有做头的罪。在国为民谋反失罪，在召会中。 不顺服是罪，在家庭中不站在头的地位上，也同样是罪。这样的罪，你必须彻底在神面前弄清楚，并且认罪。二，查出妻子做头的原因。第二，你要查出在何处被他夺取你的位置。这原因有许多，或者是因为你的灵性生命不好，或者是因为你凡事不负责。我知道有一个家弟兄不做头，因为他只知道吃饭。 不做事给妻子养，所以妻子自然而然做起头来。妻子夺取头的地位。另一个原因是丈夫出的意见靠不住。在弟兄中，有些人我们不肯让他在教会中出意见，但这样的人以为他的意见在教会里不能用，在家里大概可以用。许多人在外面意见不好，不被人接受，就放到家庭中。 做妻子的不能常常随着你的糊涂意见走，他自然就要出主意，因此就不免做头了。第三种原因，或者是因为你有罪未认，妻子轻视你，别人或者不清楚此罪，但你自己的妻子总清楚。你若没有认罪，做头的事就不能够清楚。我们不能做头，总有一个专一的原因，寻出这个原因，也许面子会不好看。 但你总要寻出来，并在神面前对付清楚，这样你就能起手做头。三态度坚决，行事有智慧，使妻子敬重。第三，你必须有好好的祷告，求神给你力量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：“女人不可在聚会中说话，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必须回家问丈夫。”零前十四这里的丈夫是只能做头的丈夫。如果妻子在家中问你， 你能回答么？今天许多做妻子的姊妹比丈夫好。如果今天保罗在写信，他恐怕要说：做丈夫的要回家吻妻子。你在神面前不好，就不能好好的做头。做头不是硬做的，必须自然的做。你必须恢复从前失去的地位。你不可说我不聪明，我不会做头。你也许没有妻子那样聪明。 但你信雅各书的应许么？雅各说：“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，就必赐给他。”一五，我绝对信你能得着，但你必须向神求。在家中以威风作头是行不通的，你必须态度坚决，邻里温柔，行事有智慧，使妻子能敬重你。有一件事，我觉得痛苦的是。 许多弟兄失去作头的地位，还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如果你在神面前寻求，你将会知道一件奇妙的事，就是失去头的地位定归有原因。当你把罪认清楚，把原因毛病找出后，你要祷告好恢复作头的地位，然后你要开一个家庭会议。当然，你要先好好为此祷告，向妻子认罪，说：今年来我让你作头，请你赦免我的罪。 从今天起，我不再让你做头，然后你要将圣经理论到做头的事读给他听。或者有的女人会受不了，会同丈夫闹、哭泣、不吃、摔东西等。但是她发脾气，你不能发脾气。你做头不是靠发脾气来的，做头必须有坚决的态度、温柔的灵。她哭闹，你还可以笑。你要温柔的对待她，你必须靠主的力量。 不放松这件事，他若是急，你要忍耐。不管他怎样，你都不可和他争，但你的态度总要坚决。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绝不改变。坚决乃是力量的表示，四坚定站住做头的地位。外邦人管妻子是用脾气，用吵闹，甚至用威吓，但我们不必，我们也不能。妻子可以仍然用尽各种方法来争吵。 但你必须用力量站在你的地位上。他骂你，仍然笑。另一面，你绝不可在高兴的时候就把做头的事放松一点，绝不可按照情感形式。你在高兴的时候放松一点，到后来要收回，恐怕就不能了。所有做丈夫的都必须学习这功课。你要记得，在审判台前，你不只要为个人的生活，为工作，为最受审判。 你还要为妻子、为家庭受审判，因此你不可放松，你必须记得那日。你让女人做头很容易，气也许少受些，但你在神面前要失去许多。所以，我们不能不谨慎对付妻子做头的事。如何对付子女？意为子女选择神，不可惹儿女的气。一个家庭中，除了妻子难对付以外，还有一个难对付的，就是子女。 我们要如何对付子女？首先，你必须为他们选择神信仰的自由，乃是他们离家以后的事。但只要他们一日在家，你就必须为他们拣选信仰。你的态度一面要坚决，另一面必须温柔。做父亲的对待子女的错误，就是对子女发脾气。以辅所六章四节说：“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生气。”你做头有权柄，不错。 但不可使子女生气。圣经教导人如何做父亲，除了哥罗西三章外，只此一处。做糊涂的父亲自然很容易，但你若要用权柄，要强硬些对待儿女，儿女就不容易顺服。所以你必须有学习。二做榜样，把儿女带大。以弗所六章四节又说到养育，英文为是带大的意思。 例如，我请吴弟兄带信去给某人，这与寄信不同。带信是信去，人也去；寄信是信去，人不去。又比方，你带儿子往厦门去，乃是你与你的儿子一同去，这与你把儿子托人带往厦门不同。圣经乃是说，用主的话把儿女带大，意思就是做父亲的自己要在道理上，在神的话上带领他们。 许多做父亲的不带子女，他们希望子女不做某事，自己却去做那件事，这是寄，这不是带。你叫子女照着你的道理做去，你自己却不做。我要顶直的说，这样定规行不通。你必须带他，直到他长大；你必须做他的榜样。你要他如何，你自己必须也如何。这乃是对付儿女的路。 如何对付奴仆？以辅所六章五节又继续论到奴仆方面。这节说：“你们做仆人的，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我们无论信主或不信主，不是做人的仆人，就是做主人。不信的人做主人，你必须顺服他；如果是弟兄做主人，你就必须尽两分责任：一面事事奉我们的主。” 一面是是奉作主人的弟兄，许多家庭中在用人的事上，都觉得弟兄姊妹不好用。我想，弟兄姊妹做事必须比外人做得好。但今天许多弟兄不请主内弟兄做佣人，这是羞耻的事。所有做人奴仆的都应该好好为主人做事。我如果到哥林多保罗那里，或者如果我出去旅行需要买帐篷。 我一定要买保罗织的帐篷，并且帐篷下面必须有保罗的签名。保罗如果不能做的比别人好，我就不读保罗的书信。他的帐篷针线一定要好，缝制手工一定要好。作用人的也是一样，必须比世人做的更加好。另一面，做主人的必须会做主，但对仆人也必须有爱、温柔、谦卑，并尊重他们。 态度上必须坚决，若是事情做错了，你就要他重做；如果你稍微放松容让，他第二次会做得更不好。所以，无论是做主人或做仆人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因为小的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，并且知道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张八道九。